我有脸盲症，一般的人看起来很正常的脸孔，我看起来就像这样。在这世界里迷茫游走，这是一种病吗？但人海中里找到了你，夜空明亮的星，脸庞如同拼图的碎片，无法拼凑真实，但你耐心的陪伴着我。需要帮忙吗？谢谢。小月，拜拜。时间百般的阳光，我可以解释，小月宛如变成迷宫，追寻你的轮廓，告诉自己别犹豫，知道辨认眼前的人是谁，就要花很多力气，所以常被误认为没有礼貌。你刚刚是怎么认识我的？你的香水，还有你的相机，还有你推自行车的背影，跟推行李一样。后天周末要不要一起去？是蛮想好想看看我阿公的老家，他是老兵，当年离开后就没有回来过。你阿公知道你为了他回来这里，他一定会很开心。会鼓励人。我们就不用再浪费时间。这样的话我也太过分了。你是白痴是不是啊？你还没有给人家解释，你就直接定罪，他在给你台阶下哎。时间百般的羊毛，离开这个迷宫，找到你的时候，你期待我看到你，我只想对你说，那天我又认出你。喜欢你。